半路，前半路，现在天色已经大亮了，亨利要是没被日本人抓，早就应该回来了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现在就要下山。二师兄，小二，二师兄，干什么那么冲动啊？二师兄，小二，陈半路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是应该派一个人到日本军营打探一下，看看亨利是不是被抓了。我去。哎，二师兄，干嘛？人还没说完呢。哦，这样，你可千万要记住了，这次你的任务只是打探消息，不能单独行动啊。担心啊，二师兄。我就是一算命的，这跑江湖算卦的哪有什么同伙啊？不过你要是想算呢，我可以免费送你一卦。你印堂发黑，最近呐要有血光之灾了。哎，死到临头了，你小子还嘴硬啊？看皇军怎么收拾你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哎，师姐，这小二都去了大半天了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别瞎说，先别着急，咱们再等等啊。你看，咱是从这条路上到这边。二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。怎么了？亨利果真是被抓了。什么？二兄，消息准确吗？不光是军营，整个万镇全都传开了。小鬼子，要整死爷爷，你就来个痛快的。岳亨利，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我要死在小鬼子手里。石小二，将来没人跟你斗嘴了。兄弟们，保重。来呀！这次要不是因为你们三个擅自行动，亨利师兄根本就不会落在鬼子手里。师姐，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，你就别再怨我。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想办法把亨利救出来。反正我等不及了，我现在就想下山救。得了吧，二师兄，我们就是因为各自为战坏的事儿，你还这么冲动？商量商量，等咱们商量出办法来，那亨利的巧妹就没了。就是啊。八路，你看呢？司令官阁下，我抓出了一个八路，是不是现在送到您那里去？送到藤县，我要亲自审讯。嘿，我尽快把他送到藤县去。把那个八路立刻送往藤县。是。严厉俊男肯定把亨利交到加藤手里，那咱们就来一个围魏救赵。啥叫围魏救赵？
这边是八路军别动队经常活动的地方。所有人员注意，子弹上膛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太君，好像是据点出事了。带上你的人，立刻回军营。是。来，弟兄们，跟我回据点。下车。快。继续前进。来救我呢你、啊、让你受苦了。啊，师姐师姐、啊、是扔这个扔这个、哦、这怎么用啊？啊，你甭管了，扔过去你把就炸了就好。快上。哎，走走。司令官阁下，什么事？就在刚刚，八路军抢走了我抓到的那个俘虏，炸毁了万镇的军火库，请您允许我自裁。即便你自裁，也无法挽回军火库被炸的事实。在藤县，不仅仅是一个八路在活动，他们成立了组织，现在他们成了我们的心头之患。先贴出告示，稳定民心。我再给你补充些弹药，你要和那群八路决一死战，抓到八路，戴罪立功。嗨，你看看，多悬呐！以后绝不能单独行动，要吸取这次的教训。陈八路，我们兄弟几个保证以后再不这样。可今天亨利他刚刚死里逃生，就别再说我们。三位师兄，不是我做师弟的说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是擅自行动的话，能闯这么大祸吗？以后啊，咱们都听陈八路，一切行动听从指挥。师姐啊，其实我们也没想别的，就是想多搞几支枪，让你立功，让你当头。不是，哪想就弄成这样了。反正以后我听你的。我同意，以后听陈八路的。我也听。我同意。陈八路，现在我们就搞到这么几支枪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枪还得从鬼子那儿搞，至于怎么搞，我们另想办法。这写的什么？最近藤县及万镇附近有八路活动，破坏滋事。此八路乃小股流窜之徒，不足为患，皆为虚张声势，对皇军未造成任何侵扰。三日之内，皇军必将肃清八路，以保大东亚共荣之安定。特此郑重声明。太好了，终于有八路过来打鬼子了。就是不知道他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？只要有八路在，小鬼子准没好日子过。
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苏师兄，你跟我们说说，藤县的情况怎么样啊？藤县，鬼子吧没啥动静，就是在城门口贴了什么安民告示。哎呀，说咱们哥几个不足为患了吧，必定围剿了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伤没好，我要是好，我就绝对。什么告示不告示？我就不信小鬼子能把咱哥几个怎么样。就是嘛。依我看，倒不如咱师兄几个现在就下山，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他一场。对，肯定不行。这是鬼子在稳定民心，目的是想让老百姓知道咱们势单力薄，成不了什么气候，咱可不能上了他们的当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既然他们可以贴告示，我们就可以换告示。怎么样？好主意。第二，包在我师兄二身上。我倒壶水喝，快！来，我来。这是八路在向我们示威呢。哎，阁下，请给我武器，我立刻对八路展开攻击。明天弹药就会运到藤县弹药库，你派酒井先去领枪支弹药，之后的事就看你的了。嗨。是你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玩？不是，这不是最近小鬼子查的比较严吗？所以只能乔装打扮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，就是被我救的那个八路，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领导，还是为了那批西药的事儿。我的意思是想把你带上山上，跟他见个面，看看怎么办。雪儿，这个是我给你修好的护身符。雪儿，你在家里还好吗？还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来，走。实在想不到青龙山上还有这样的地方。那当然了，难怪石头找不着你们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为了躲避这个小鬼子的追击啊，一定要找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。哎呀，你看我前面，小心，小心啊！怎么样？这就叫别有洞天，真不错。哎，走这边。三师兄，四师兄，我回来了。嗨，
真漂亮。那当然，走。雪儿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陈八路，你们就住这儿啊？是啊，环境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师姐跟你说了吧？我请你上山来的目的。说了。那批药品现在还在书院，只是我哥知道之后，就一直想拿它来换钱。他没想把这批药品交给小鬼子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我看他八成是想独吞这批药。哦，我的任务就是来取回这批药品。我哥每天派胡维带着一批伪军守在书院门口，现在药品藏在哪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向你了解一下情况，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交出这批药品的。陈八路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向你汇报。啊，你说。明天的任务非常重要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这个是接收军火的批文，你一定要收好。你也知道，接收军火只认批文不认人。请钟队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胡威，九井军对藤县的情况不是很熟悉，你一定要密切地配合九井军的行动。是。明天行动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嘿。雪儿姑娘提供的情报非常有价值。明天就是万县的鬼子到藤县取军火的日子，基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都已经讲过了，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。这次行动我们制定了一整套周密的计划，每一个环节要想成功都很困难。我希望大伙儿充满信心，遵守纪律，务必圆满完成任务。陈八路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次是我们大家集体行动，一定会万无一失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哎，陈八路，这要万一失败了也是你计划不周详，问题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兄弟身上啊。四师兄，这次的行动啊特别的危险，你千万可别大意。哎，我什么时候大意过呀？只有在这种危险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我袁恒礼的英雄本色。别吹牛了。笑什么呀？哎，把正经事办了吧，那几句日本话先给我们教会了。哎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石小二，你也有求得着我的时候哈。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啊，我把你们都教会了，要是谁忘了那可怨不得我。我砸死你。陈八路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打听一下藤县的军火具体位置，然后我们分头行动？别着急，咱们先去老刘那儿去。走。乡音，这是藤县军火部的地图，这是你们行动需要的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开始行动。是咱们县城里最好的一家酒楼，里面有很多山珍海味，美味佳肴啊，您一定得品尝一下。好吧，吃完饭立刻出发。是，请。
太君，您先请上楼，我随后就到。好吧，抓紧时间。是。小琴姑娘。哟，这位爷您来了。上次跟你喝酒不过瘾，哥哥今天我是专门来跟你喝酒的。是吗？那可就多谢您赏光小店了。哎，刚才那位是谁呀？啊，那是万镇据点的酒井小队长，我今天是特意带他到你这来喝酒的。是吗？怎么样，把你这儿的好酒都给我拿出来吧，今天你得陪哥哥我好好喝一杯啊。行啊，我呀这就去给您拿好酒，您啊可千万别让皇军等急了。不着急。小秦姑娘，来陪哥哥喝一杯呗，就一杯，就一杯啊！来来来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我忙着呢，哪有时间陪你喝酒？哎呦，小秦姑娘，来来来，小秦姑娘，陪哥哥我喝一杯，喝一杯啊！我这正忙着呢，哪有时间陪你喝酒？哎，现在不是没生意吗？小秦姑娘，来来来，陪哥哥喝一杯，喝一杯啊！来来来，就一杯。陪哥哥喝一杯，就一杯啊！来来来，他妈的，报告。店家，我想尝尝你这里最拿手的酒和菜，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下，谢谢。哎，来了，八哥来了，坐。对对对，八哥，八哥，今儿你打算给大伙讲了一段呢？是啊，来来，今儿啊，你们几个想听哪段，我就说哪段。哦，哎，八哥，啊，恐怕我们想听的你讲不了吧？是啊，哎，对啊，你讲不了吧？只要是你说得上来，啊，我今儿还就说给你听。哎，好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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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手。太君，不好意思打扰您了，我们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哎，朋友，听你的歌声，你是北海道人吧？是啊。怎么，阁下也是北海道人？我是北海道人。哦，我们北海道人在他乡相遇，你难道就不请我上去喝上一杯吗？我有公务在身，不能喝酒。那是当然。不过按你我这样的缘分，就不该请我上去坐一坐吗？你的歌声很好听，上来吧。朋友，咱们家乡的规矩应该是下楼迎接的。你的歌声
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家乡。啊？这首歌是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教我唱的。啊，现在还真有些想家了。是啊，你来中国几年了？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。七八年，很长的时间了。是啊，我桂田君，真的是桂田君啊！你好，你好，许久不见，许久不见，许久不见，再请军人朋友吃饭。嗯，呀，那今天的账单由我来付。好。我敬军人朋友一杯酒，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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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抱歉，哎呀哎呀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干什么？那个什么人？他是我中国的良民朋友。哎，良民朋友，他的良民，良民良民啊！他给军军道歉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滚！哎，军军军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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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要为了这个中国人。丧失了我们的雅兴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家乡，干了这一碗。为了家乡，为了家乡，干！真够硬的。哎呦！吓死人了你！哎，你看你们几个啊，除了大力，个个都像小鬼子。二舅，你先别笑，你要穿上这个，那才好笑呢。就是，哎，二舅，皮包拿到手了，手到擒来。好，来，亨利怎么样？他呀，在这个任务他是最轻松的，又吃又喝，估计现在啊，日本歌都会唱。好，准备行动。はい。我々は第五支部だ。車を用意してくれ。はい。はい。はい。うわ。見せろ。はい。よし。元気にしてるか。どうも、どうも。大力、快把这个。前田に言ってるんだ。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ぞ。出了点问题，打不着火了。不是不是，别急。大学的曲库是谁に？坂井。喂，待て！待て！おまか。こちら弾薬庫だ。弾薬が奪われた。何としても食い止めろ。分かったか。我是同乡，今天我还有事要办，我要走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九九九，
这么开心的时刻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来来来，我们改天，改天再聊。兄弟马上就到，想活命的话就别出事啊。今天老子有更重要的事，要不然我就一枪崩了你。发现咱们，那怎么办？冲过去！快拿车上武器！武器！哎，啊，有吗？这哪会啊？怎么不想啊？这个，我也知道。手榴弹！手榴弹！手榴弹！我知道，你是不是对这些铁家伙有些犯怵啊？不过您那拳脚功夫我看也不怎么样。哐，踩，扛，这是什么呀？二师兄，您这是烫踩，啪啪，哎，好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来，站直了。哎呀，你比他高。兄弟们，这次咱们偷袭军火库得手。武器弹药是不愁了，接下来要做的是针对每个人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武器训练，来提高我们的战斗力。到那个时候，保管让鬼子一听到抗日别动队五个字就会闻风丧胆。好，就怕有些人没什么特点没有办法训练。是作为一个帝国的军人，犯下如此的错误，你该怎么做？嘿，听说那天别动队来到酒楼劫鬼子的军火，你在酒楼上，你给大伙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哎，咋就把小鬼子的军火给劫了来啊？那好，既然大家伙都看得起我，我就给大家伙说道说道。话说那日八路军从天而降，
直接就飞到我们醉八仙的酒楼之上。哎，这八路军会飞？是，啊、这八路军他怎么会飞呢？给我们说说，这八路都是神仙般的人物，他不飞咋来啊？哎，大哥，给我们说说八路军是什么样子？是啊，您说不是？这八路身高八尺，浓眉大眼，不光是会飞，那还有七十二般变化呢。变化。八路军会变，就什么会变化了？那天来咱们酒楼啊，他就变了个日本浪人。日本浪人，浪人变成日本浪人。哎，八哥，别胡扯了，这就胡说吧你。你看你们，这日本浪人别人没瞧见，老板娘可瞧见了。哎，老板娘，你给大伙说说，那天咱们酒楼是不是有个日本浪人？是，给我们说一说，给我们说说吧。各位，我的小店里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那么多。我怎么可能记得住所有客人呢？什么八路军别动队的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你们可千万别问我。不过既然今天大家都高兴，就请大家吃好喝好，你们今天的茶钱啊都算在我的账上。好，哎，不管八路军长得啥样啊，能干知道能吃的就让人觉得痛快。哎，对，吃吃吃，痛快痛快。哎，喝，来来来来来。万少爷，万会长，是你啊？听说你病了，我呀过来看看你。哎，昨儿个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说病就病了？别提了，我这都是给吓的。吓的？谁这么胆大，敢吓我们万会长？还不是那酒井泡芙自杀，就那血。就那一滩的血呀！日本人真是太残忍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只要我稍微犯那么一丁点小错，他就逼着你自杀。要是咱们再跟日本人干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你早晚落得同样下场。可咱们不跟日本人干，难道去找八路？我们得赶紧赚钱，脱离日本人。赚钱？我也想啊，可哪有那么容易呀？我现在虽然没有钱，可是我知道用什么东西可以换钱。那小鬼子来吧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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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们的手啊，都痒得不行了。是是是，我这样打，这个怎么打？这样打啊？你怎么打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饭要一口一口吃。首先，你们要熟悉你们手中武器的性质。哪儿去了？
兄弟们，这段时间你们训练得不错，所有人都已经能熟练掌握并且运用自己手中的武器，我对你们的表现很满意。今天我要说件事儿，其实我到藤县来是来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眼光里始终闪烁你的身影，是你把我灵魂唤醒，在一起患难与共，肝胆相印，用生命眷顾生命，用真情互动真情，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，笑看谁是英雄，黑夜里温暖感动，我们等待黎明。